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七星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近期我所在的战队 CDXX 主办了一场2D2战队锦标赛，为此来提升玩家的个人技术、操作以及与队友的配合等。为了让比赛更加公平，更能体现玩家的技术，我们同样制定了比赛规则。第一点，关于机甲，不能使用电锅大盾。其次，盾机最多只能带两台。第二点，关于武器，不能使用远程武器，但可使用喷子。第三点，关于灯塔，只能占领一座己方的基地灯塔和中塔。比赛采取三局两胜的原则，胜者晋级，败者淘汰。至于最后总决赛的冠军到底能拿到什么奖励，七星目前也不知道。七星其实也是第一次打二对二，第一场明显经验不足，还请大家多多包涵。第二场在春田的比赛，七星很快就找到了感觉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不要忘记给我一个赞，以及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同样感谢大家给我的留言。好，让我们快进入比赛吧。
Thank you.